你大理寺素来破案神速，十天之内查不出真相，提头来见。新的一场战争即将开始，人心气甚重，我们小心为妙。掌柜的，为何把茶馆开在这偏僻处？为了等一个人。 为何不去找他？他只怕去晚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只能找回他的这双匕首。他是谁？不过是块不问风月的木头。茶汤沏好，小心烫。无妨，我借茶洗刀。 灯火阑珊。